仙气儿飘飘，快乐加倍。呀，不小心把一块霜碰掉了，失误。这刚放进去的两个加湿器，看这几个双饺子全部都变成毛豆腐了，我再捏几个。这几个双饺子，你看上面全都是厚厚的霜，太有食欲了。再过两天啊，就给你们正式录作品。我在想把这个饺子再捏一排放在上面，能好看不？就这样吧，两个加湿器，然后过两天我估计肯定霜很厚。嗯，哎，真的很想再吃一口，算了，过两天录作品啊。这几个是那个捏的双饺的，看变成毛豆腐了。这上面的霜先不刮，等红好了以后再给你们刮。
让它多粘几天。这全是霜。这面这霜是让我那个压实上了，所以只能把表面的霜给它扑弄下来，然后捏成饺子。好想吃一个，这个放一两天然后也会变成这样，像不像毛豆腐？看上去得有食欲啊，我好想吃啊，可惜不行，过两天啊。